此产品为本公司最新研发的台式脉动真空灭菌器。现在我们来做一个操作示范。第二步，打开背部通气开关。第三步，打开电源开关。此时安全连锁装置已解锁，门已经可以打开。第四步，根据需要放入被灭菌物品。关门，然后加入两升蒸馏水，根据被灭菌物品选择相应程序，在面板上按下菜单键进入基本信息，再按一次菜单键进入程序选择，选中裸露器械，再次按下菜单键进行确认，最后按下启动键开始工作。长鸣提示音结束后，请开门。取出已完成灭菌的物品。